还是啊？哎呦哎呦，还能劈腿吗？哎呦，哎呀，劈这么大吗？妈，一起拿，好啊，你把住哈，你看可有劲了。这边这个底座里边装的是水呀哈，你看搬上去搬下来哈，你可真有劲，慢着点哈，你可把住了哈，脚踩好了，加油啊，加油哈，加油！哎呀妈呀，啊，哎呀妈呀，累了，哎呀，你可把住啊，你可真的是有劲，阿吉。1、2、3、4、5，哎呀妈，真不愧是我的闺女，真有劲儿！你望望，老陈，哎呦，妈，记得，你就放插进去就行了。妈，再放一个。哎，好就行了。好了，走。一天天干不完的活啊！你说，周六周天在家里边，又想休息又想干活。没办法，今天把这个浴室给它清洁一下吧哈。浴室里边不是水多嘛，容易潮湿，它就会有一些发霉长毛的东西啊。今天把它喷一喷它，清理一下。这就是经常放那个一些洗漱用品的地方，它就会长毛哈。这发黑的这地方，用这个喷一喷它。啊，这个地方也是，你看没有，这个边儿有点发黄的。或者是这里你看挂的这个地方槽的有发黄的地方，你就把它喷一喷它，它自己就瓦解了啊，都不需要你去那什么弄它。这些地方发霉长毛的，这个窗台边儿哈，这有发霉长毛的地方，就把它这个东西喷上去，它就帮你瓦解。喷上去过一会儿，你再用清水自己冲冲去。你看这放洗发水啊，放什么东西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每次洗完了，哎，没有这一瓶没有了，再弄一瓶。我都喷了一遍哈，窗台都喷了一遍，上边够不着，我不喷了。看刚才这地方都有痕啊，我喷完了它自己就流下去了，都不用去刷，这是黄的地方它都能弄啊。边上这个地方等我刷一刷行，这地方都没有了。再擦擦这地板吧哈，准备我闺女的裤衩子，呵呵，小了当抹布哈，来用这个喷。这擦地板的啊，就用它喷一下，湿抹布擦一遍就完事儿啊。这么一喷，泡沫看见没有？这是脏东西，这是啥地方？这地方是都是粘在上边的，你看，一擦就完事儿，地板锃亮的啊，就让它擦擦就行了。再用它擦擦这窗缝这地方。李新娘江，哎呦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钓鱼啊，在钓鱼啊。啊，回来了，给他做钓鱼啊。啊，钓鱼啊，哎呀，这玩意可是有鱼啊，这儿哈。哎呦，好，快起来吧，去，上面去。哎，这个鱼缸又脏了，哎呦我的妈，一天到晚真是这一堆活干干哈。你看啊，就是用这个抹布擦的这个。东西如果是光是用水擦的话，都光有水痕儿。把这个东西擦地板呐、擦这是门呐、什么这玩意儿弄一下。它擦完了，它没有水痕儿，没有油痕儿，刚它觉得真的清洁剂跟水是不一样的啊。看，擦完它这个灯亮的那个感觉。小的，哎，你快起来帮我擦擦。鱼小的，鱼小了。嗯。好，擦啊。是啊，臭死了啊！臭死了，真臭啊！啊，臭啊！臭呢。哎呦，还能劈腿吗？哎呀，劈这么大吗？哦哟，真棒呢。真棒呢。哎呦。
嗯，哎啦，哎啦，哎呢，哎哎哎呀，这放，嗯。楼上发现个牙膏啊，嗯，这是啥？这是啥牙呀？嗯，好好，啥啥？对，好好刷牙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这东西都拿出来了，我一会儿要把这地方冲一冲哈。看，嗯，这个洗发水哈，都是我亲自测评好用的洗发水。这个洗发水我也测评了，用了好用。你看啊，这我冲干净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上面可脏可脏了，全是黑乎乎的东西啊。看，冲完了干净吧？是不是？就是这个黄色的是铁锈。啊，我冲冲啊，你别进来了哈。就这样让我放铁东西，它变成有铁锈，这玩意儿可能对于铁锈是去除不了的吧哈。还有窗台，你看，窗台也是一开始也有一些黑点点啥东西的，是不是？现在都没有了，你看。一冲就干干净净的吧，不用去蹭都，不用去蹭的。走，哎呀，我睡了，这猫还是狗在拉屎，真臭！哎呦妈呀，这有一个什么东西？这里长了个什么东西？爸，嗯，好，不用学球玩了，那有屎。嗯，有小猫拉屎，不用学球了。啊，这妈妈吃。啊，屎臭吗？臭不臭？拿一个给妈妈来，拿一个花给妈妈，拿一个花给妈妈。嗯，这个有花呀，拿一个。嗯，这个花吧，我给你花了。我那个就放那，等一会儿再。哎，什么还这么多？我这一丢就行，我得刨个坑嘛。叔叔。这可不能弄哈，你要是大蜈蚣，你要是大，我的妈呀，你一定要注意点哈，不能踩着它哈，这大蜈蚣咬一下可毁了大蜈蚣，哎呀我的妈，你还知道赶快跑，就我们这儿这蜈蚣怎么太多了，你看，哎呀妈，咬跑里边去了，嗯，啊，都扫干净的哈，嗯。啊，哥们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对不起，哥们呢，对不起呢。妈，呀。嗯，啊，好，给你拿，啊，那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好，你快扫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，我得帮忙扫，一句话都把我哈扔上去，挨个浇浇啊，每个花都浇一浇，我得干什么，他得干点什么。好，行了，不用全部倒那里边，那里边都没有花，嗯。这里。啊，对，这里。嗯。哎，拉伊呢，厉害呢。嗯，厉害啊，真棒，真棒呢。累了，哎妈呀，哎呀妈呀，累了，我来吧。啊？嗯。哇，飘走了呢！好，你多睡点啊。嗯。拿水，现在有风。啊。哎呦，都去你脸！哎呦，对，就这样甩，再甩，再继续，还甩还远。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就再站一下。对，就这样甩。
啊，放进去拿出来之后就该，哎，绿地上你看这么多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好玩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呦，子晴，你看，哇！哈哈。我们呢？哎呀，闭着眼睛等着妈妈啊！好，先把我们先把衣服穿好了。嗨。闭着眼睛嘛，妈妈有礼物要送。嗨嗨。嗨，好，妈妈有礼物要送给你啊，先生。那个猫。猫啊，小猫来交。我们今天真热呢，我们家都不开空调，开着窗，这一楼门开着，落地窗开着，浴室也开着啊，还热。你看我们穿短袖，穿短袖，好，闭上眼睛等着妈妈啊。嗨。有礼物，好好等啊。妈妈。嗯，哇，哈哈哈哈哈 ！S 啊，啊，妈妈给你 S 应该怎么说？妈妈 S， 嗯 ，S， 妈妈 S， 妈妈 S 啊，妈妈有，妈妈是巧克力的，哈，嗯，梨，巧克力，妈妈，嗯，你是那个小孩不能吃巧克力的，你是一级高的，你这里边有几级高？你看，你看。哎呀，给个雪糕，给个什么吃的就没事了哈。上次去超市就买了几个哈。前段时间我不是说去给我闺女办了一个存折嘛，存折当时能拿出来，银行卡后期邮到我们家里边了哈。银行卡这是新疆强的银行卡哈，新疆强人生中的第一张银行卡。卡内，嗯，好，看看一会儿还给妈妈哈。啊，好，好，嗯。雪糕。嗯，雪糕啊，嗯。奶奶，拍照照。好，谢谢。妈，你尝尝我的。嗯，那意思就是尝尝。奶奶，巧克力，让妈妈放起来了吧，哈，别弄死了，别弄脏了。妈妈放起来。奶奶什么奶奶？一会儿给妈妈放起来哈，啊，别弄坏了。弄，哎呀妈呀，真知道什么重要啊！就这么点小孩。认识钱，认识卡，认识银行卡呀。上次办完存折的时候，就告诉人家存折里边有钱，那是他的钱，就不放手了。妈妈，好，谢谢。